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姑娘的父亲为我们致辞。让那小子马上立刻给我消失。叔叔，当姑娘跟他处对象，这不走岔道了吗？头一回见面，你别针对人家小万。一会儿你跟姑娘一辆车，我跟他一辆车，我跟他好好唠唠。万儿啊，晕车吗？对啊，好，他老是不敢正面面对我。正面面对你，你给我拍个正脸，先脸小的啊。说的太慢点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点啥，我就买点东西。你笑，你这是给我送礼呀，还是想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呀？叔叔，要不我开吧。怎么了？想哄买我呀？怎么开着车呀？你们俩？你怎么这么冒失？哎，小姑来了！你怎么又惹事儿啊？哎！海哥，你没事吧？被都冲冒险了？没事，叔叔，该坐正面了。嗯。